关呐、啊，招三关。哎呦呦，刷来了，刷来了。再来一首，好像中国风的歌给大家，好不好？什么歌哩？我们来介绍一首，就是那个刀马旦，哦，就是一个这个。刀马旦。短是一个角色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一个舞角，啊、对不对？花啊，花旦是个是女主角，是女主角。哎，花旦是女主角。哦，是，就是哦，是啊，那个中国的，就是头上有两个须须那个。花旦叫做女打仔。哦，所以她是也是舞女武生，女武生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，我要打击犯罪一下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打击犯罪，来来，掌声吹起。谢谢。花旦。然后介绍我们的乐团老师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